我跟大伯一起上内本路的，回去内本路的时候啊，就是在山上亲眼看到那个造林地。你还要骂别吧？那个造林地就这样崩塌，就是林务局从前错误的政策，把好好的原始林给它拿起来，然后就造林，然后单一树种，非常的干燥，完全没有办法保水，早就应该要道歉了，真的，但是就很不懂事啊，我也没办法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懂事一点，拿出好的政策哈。请问你今天要演唱的是吗？哪边？哦，刚有人说要点，也许有一点，可是他不见了。好，我们唱另外一首。哪边的？就是刚刚讲的从音乐一直到想想，有很多都是自己的那个想法，自己的领悟，只关乎自己，然后再透过实践的过程里面去慢慢的理清为什么会如此。前阵子是生气，不知道为什么生气。你不是说不要讲了吗？不要讲了，但是不讲实在是会生气。不知道为什么生气，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就更生气。就是有太多的不必要的压力一直在你的音乐身上。那我们来讲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歌叫做《为什么搁浅》？哦，好，等一下。就是有去上学，可是还是很笨，一直努力的工作，可是还是没有钱，很胖的，很想变瘦，很黑的，很黑的，很想变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曾经在众人面前勇于夸耀自己的。没关系，这也刚好。灿烂的生命，可是心灵却非常的干瘪。曾经活跃山林的族群的后裔，却被警察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恋战，是因为搁浅在现代化的社会。叫平面，就现代，所谓的现代。以前不龙族的老人就是警告不龙族的后裔，千万不要下到平原，因为那是张力王娘之地。所以我们的族群一直保持在1000公尺的山上，直到最后一个聚落，就是妈妈那个聚落，1941年才最后才被破迁下。那妈妈常常告诉我们。我舅舅他们老了回不去了，但是希望我们回去。但是事实上曾经做过一个计划，他只要7分钟直升机就到。那一次计划带了剩下的那个班多克秀，就是班同教育所的那个学员，总共有17名，他们等了65年坐了7分钟就到。好了，这是一种跟那个对岸一样，两家那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有我这么深深的思念。人类的一种政策想法，让人跟人之间竟然有这么大的鸿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Ma hasmalim sakuli kumahala Adiyato Ma pusihaydo asa jindukhan Alush muha basa Oh, yeah.
谢谢南博。